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想象着左手肘一前一后哈，晃动，五、四、三、二、一，好，停止，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我们再换一下手肘哈，右手肘朝去天花板。左手搭到后面去，如果可以抓住你的右手的话，两个手相扣啊，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想象你的右手肘，你可以视线看去右手肘，在这里一前一后晃动，五、四、三、二、一，好。停止一下哈，我们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换一只手哈，左手肘往天花板，右手呢搭到后面，如果可以十指相扣的话，尽量十指相扣。像我呢，也是左右两边不一样的哈，我现在我就是右手搭不到左手去相扣，如果。不能相扣的话呢，可以呢把这个右手呢去，把这个左手肘呢往下再靠，靠你的这个，把那个左手靠去垫子多一点点哈，看看可不可以十指相扣哈。其实我现在也是十指相扣不了的哈，因为我这个右手，我这个左肩膀有点紧啊，右手搭不上去哈。那现在呢，视线看去你的左手肘，然后呢，左手肘一前一后晃动，五、四、三、二、一，好，停止，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放松一下，然后呢，用右手肘呢打一个弯。左手呢，直接交叉过去，在这里拉伸一下你这个，左二股肌这边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换一只手，左手肘呢弯曲，右手臂直接搭过去，在这里呼吸，想象这边这一块的这个筋脉，筋膜在拉伸哈，三、二、一，好，我们放松一下。然后现在呢是两手呢交叉在你的身后，食指呢指到你的身后，慢慢的身体往前倾，想象你的额头呢去着地，食指呢指去天花板一样，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呢，用右手呢抓住你的左手的手腕，右手抓住左手的手腕，然后左手的手掌朝天花板，然后左手掌呢是一上一下晃动，五、四、三、二、一，好，换一只手，左手呢抓住你的右手腕。右手手掌朝天花板，晃动右手掌一上一下，尽量抬起来高一点点，五，然后放松，四，抬高一点点，三，抬高，二，一，好，我们先直起上半身来放松一下哈，对。然后现在是前面了，两个手掌呢朝你的这个屏幕，手掌离你远一点哈，你的这个手背朝你的鼻子哈。好，我们现在慢慢的身体往前倾，好，手臂一上一下的，五，抬起来手臂，四，抬起来三。二，
一，好，现在呢，慢慢的呢，是把你的身体往后倾，保持你的手掌的姿势不变哈，手掌往外，手背往内，在这里呼吸，想象你这个肚子呢是收起来的哈，这里是稍微一个拱背的姿势，放松你的脊椎，三，二。一，好，身体往前倾，然后手臂往上抬起来，我们一上一下，五，手臂抬起来，四，三，二，一，好，保持手的姿势不变。我们现在呢是收一下腹部，拱一下背。在这里呼吸，你能感受到你的这个脊椎呢是放松的哈，完全放松你的脊椎。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喜欢这个背是驼一驼的，是因为这样的这个脊椎的压力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这里呢享受一下这个脊椎完全放松的一个姿势哈。三、二、一，好，身体往前倾。保持背是平直的哈，背不是驼的哈。好，我们抬起来手臂，五，抬得高一点点，四，三，二，一，好，保持手掌的姿势还是不变的，收腹，视线呢看去你的肚脐眼。然后是拱背的一个姿势哈，放松一下你整个脊椎，肩颈是放松的。三、二、一，好，我们放松一下，这是我们对这个手臂的一个热身锻炼哈。来到我们的美人鱼式，做一下这个腹股沟和这个臀部的。韧带的一些放松的预热姿势哈，好，我们先是两手呢放在你的个左臀部的后边，那两手呢都是在你的这个身后的哈，好，我们一个旋转身体一个旋转，好像视线呢是看去你的左肩膀的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慢慢的两个手呢，是往前，往你这个左膝盖的一个侧方向哈。好，一个吸气呢，右手打开，一个扩胸的一个很舒展的感觉哈。好，呼气呢，慢慢的一个旋转，你旋转的时候呢，往后旋转，可以右手呢穿到你这个左手的旁边哈。好，一个吸气，右手完全打开，视线跟着你的手指哈。呼气，一个旋转，右手呢是穿过来。好，吸气，呼气，再来三个啊，吸气，慢一点点，感受这个扩胸的一个舒展的感觉哈。好，最后一个吸气，呼气，好，慢慢的起身一下，我们换一个方向啊，两个膝盖呢是朝相反的方向。好，先是两手呢放在你这个右膝盖的侧边后边，然后一个旋上身一个旋转，视线看去你的右肩膀。能想象你这个现在呢是手尖着地哈，用你的手尖支撑，三、二、一，好，现在慢慢的两手呢往前走，这么1尺这样的一个距离哈，吸气呢左手舒展开，尽量把你的胸扩开，呼气呢把左手穿过你的右手这边。吸气，左手舒展开，呼气，放松，吸气舒展，
很舒展的一个扩胸的体式，呼气放松。好，再来三个，吸气，舒展开，呼气放松，吸气舒展，很优美的舒展，呼气放松。好，最后一个，吸气，呼气。好，慢慢的呢，我们两个膝盖着地哈。好，先把左膝盖往内扣。就如果是你内扣不到着地，左膝盖不能着地的话呢，把右膝盖呢再往外打开一点点，可以着地。如果是，还是着地不了的话呢，你可以用左手的按压，把那个左膝盖往下按压一下。在这里呼吸哈，三、二、一，很棒很棒，左膝盖抬起来，好，右膝盖内扣一下，就是放松你这个右髋的一个体式哈，三、二、一，好，两个膝盖都朝天花板。我们要把脚跟打开一点点，对，然后呢，身体先往前倾一下哈，两个手呢，我们要后摆，两个手呢都摆到你身体的后边，然后呢，把这个胯部呢找到一个中间位，然后两手呢伸展到你的身后，然后在这里，把那个胸椎往地面上放松。这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你的胯部的韧带的一个体式。我们在这里呼吸，感受到整个身体通过一个旋转的一个舒展。三、二、一，好，现在呢，两手呢走近一点，你这个身体。手臂是，手臂做支撑哈，两手做支撑。好，在这里呢，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右膝盖，就后面那个膝盖，在这里右膝盖一上一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呢，右腿伸展开，我们把手肘呢放在地面上，两个手掌呢可以相互的朝一个同一个方向哈，就是大拇指朝天花板哈，后面那条腿就是右腿呢伸展开哈，我们。晃动右腿一上一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棒很棒，还原一下，好，身体。往前回过来，两个膝盖还是朝天花板的。好，先是两个脚跟分开多一点点，好像是这个垫子的这么个宽度哈。好，我们两手呢是往后摆，现在我是往身体的左边，刚才是身体的后边，右边嘛，现在都是到从左边开始。好，胯部呢找到中间位，调整一下你的胯部，找到中间位。我们先是让胸椎放松到地面上，完全放松的一个姿势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要抬起胸椎来，手的姿势呢是往你的身体稍微走近一点点哈。好，我们左膝盖抬起来，后面的一个膝盖抬起来，膝盖一上一下晃动，十、九、
八七六五3DJ 那个左膝盖弯曲一下，对，先弯曲，我们先做弯曲的，对，你这样呢你这个胯部才能有受到这个益处哈。三二一，好，放松一下，现在来到手肘，把手肘放在地面上，大拇指朝天花板哦。好，伸展开你的这个左腿，感觉是绷一下脚尖的一个动作哈。好，一上一下晃动，十九，慢一点点，慢一点点，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很棒很棒。好，稍微还原一下。好，我们先休息几秒钟，等一下来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体训练哈。好，今天来到我们的主体训练，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三组动作哈。先咱们来咱们的第一组，还记得以前那个网红的那个美腿支撑成腿的姿势吧？好，我先给大家再示范一下哈。先是你的膝盖呢要到你的臀部的后边，不是在臀部的直下方哈，要在臀部的后边，然后手肘是放在地面上，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大拇指托撑你的这个下巴，也可以远离下巴哈。先是我们是右膝盖弯曲，然后左膝盖去顶你的右大腿上部哈，然后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先是第一组的体式哈。好，先从我们的这个桌面式开始吧。好，桌面式开始以后呢，我们手肘放在地面上，然后呢膝盖呢把膝盖移到你的臀部的后边。好，先是身体一前一后晃动一下，来锻炼你这个手臂和这个腿部的力量哈。好，我们再来晃动两下，感受一下你这个臀部的这个重量的倾斜哈，一前一后的一个移动。好，慢慢的先稳定一下以后呢，手掌抬起来，大拇指朝去天花板，或者是朝去你的这个下巴哈。好，一个吸气，右脚跟抬去天花板，呼气，左脚尖呢去顶住你的这个右大腿的上部，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先是左脚放下，右膝盖放下，我们一前一后的感受一下你这个身体的重量的移动哈，三二一。好，我们左边了，先是手掌起来，一大拇指指去天花板或者指去你的下巴。好，一个吸气，左脚跟抬起来，呼气，右脚尖去顶你的左大腿，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膝盖放下，身体一前一后的晃动，你能发现你身体往前的时候呢，你这个腹部呢，你的小肚子呢自然的是收起来的，紧实的哈。呼气的时候呢，你是放松你的臀部。好，再晃动三下，三二一。好，手掌先抬起来，我们再做一组哈。下巴可以被这个大拇指托住哈。好，吸气，右脚跟抬起来，呼气，左脚尖去触摸你的右大腿，在这里呼吸，三二
一，好，慢慢的，两个膝盖放下，身体一前一后，身体一前一后的这个，目的呢是找你这个身体的稳定性哈，因为你一身体一往前的时候呢，能发现自己的重量在移动。好，最后一个呼吸，好，我们抬起来手掌。好，一个吸气，左脚跟趾去天花板了，呼气，右脚尖去顶住你的左大腿，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两个膝盖放下，好，我们来到我们的婴儿式，稍微伸展一下。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动作组合哈，来到我们这个第二步的动作组合，先来到我们这个桌面式，脚尖点地，然后臀部直去天花板，来到我们的下犬式，现在下犬式拉伸两秒钟，想象你的额头是放松的，想象你的脚跟是放松的，尽量让脚跟去找地面。好，一个吸气，右脚尖抬起去天花板，呼气，一个大跨步呢，把右脚呢放在你的右手旁边。好，左膝盖放松一下，左膝盖着地哈，右手呢放在你的这个右膝盖这里，然后呢用右手呢去推出你的这个右大腿，这是一个我们这个龙。Dragon opening 哈，就是龙开门的一个姿势哈。你的视线呢是看去天花板的，你的左手这里是完全是一个左手做支撑哈，锻炼一下你的左手的臂力，在这里呼吸，能感受到你这个腹股沟的一个韧带的一个宽松拉伸哈。三、二。一，好，慢慢的右膝盖回来，右脚跟放松哈。那我们现在呢，要弯曲一下后面的膝盖，对，用右手呢抓住你的左脚尖，然后一个扩胸的动作，视线看去天花板，在这里呼吸，要保持你的这个左膝盖往后挪哈。保持你的左膝盖不要在你的这个臀部的正下方，那个温底要把这个膝盖往后挪，对，这样的话能把这个重量移开，不会去挤压到你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哈。好，三、二、一，好，我们放松一下，右手回来。放在地面上。好，现在我们要抬起我们的左膝盖来了，手肘呢放松在地面上，手掌呢朝着你的地面，在这里一前一后的晃动，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左膝盖着地，手臂直起来，右膝盖回来，回到你的桌面式。好，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了哈，先脚尖点地，臀部起来，下犬式拉伸，先两秒钟深呼吸，在你的下犬式感受一下你大腿后侧的筋膜的拉伸。好，一个吸气，左脚尖抬起来，呼气，一个大跨步，左脚呢放在你的左手旁边哈，好，右膝盖先放下，左手呢搭在你的左膝盖上，好，先把你的这个左膝盖推开，左膝盖一推开呢，你这个左脚跟呢就起来了哈。好，我们视线看去天花板，一个身体的一个旋转，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大家做得很棒。
好，我们弯曲一下后面的膝盖，用左手呢去找你的右脚尖，尽量保持你的膝盖离你的臀部远一点点哈，不要让这个压力都到你的这个膝盖骨去。好，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很棒，很棒。好，放松一下。两，先是右脚右膝盖抬起来哈，两手呢先着地，然后手肘着地，我们一前一后晃动，五、四、三、二、一，好，慢慢的右膝盖着地，手臂直起来，左膝盖回来，来到我们的桌面式。好，这个我们再做一组哈。好，脚尖先着地，臀部起来，现在下犬式拉伸一下，感受到腿好像变得更长一点了，脊椎好像被拉伸了。好，吸气，右脚尖抬去天花板，呼气，一个大跨步，右脚来到我们的这个右手旁边了。好，左膝盖先放松在地面上，先把你的左膝盖挪开，挪到你的这个臀部越远越好啊。好，右手呢搭在你的这个右膝盖上，先把右膝盖推开，右膝盖一推开，那你这个右脚跟就离地面了哈，让右脚跟离开地面，不是完全离开地面哈，是在你这个右脚的外侧。好，视线看去天花板，感受到这个旋转的这个舒展的感觉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弯曲一下你的左膝盖，左脚尖抬去天花板，然后用右手呢抓住你的左脚尖，很舒展的一个扩胸的体式，视线看去天花板，三、二、一，很棒很棒。好，两手放在地面上。好，先是手肘来到地面上，忘了哪个方向了。好，我们手掌是放松在地面上的哈，左膝盖离地，一前一后晃动，五、四，慢一点晃动，三、二、一。好，现在是左膝盖放在地面上，手肘来到，手肘直起来哈，右膝盖回来，回到我们的桌面式。好，再来到我们的下犬式了，脚尖点地，来到我们的下犬式。现在下犬式拉伸两秒钟，放松你的额头，想象到你的脚跟呢是去找你的垫子的哈。好，最后一个深呼吸。好，吸气，左脚尖抬起去天花板，呼气，左脚一个大跨步来到你的左手的旁边，先放松一下你的这个右脚右膝盖哈，想象你的右膝盖离你的臀部越远越好啊。好，左手呢搭在你的左膝盖上，先把左膝盖推开，那左脚呢自然的是用你的左脚的外侧着地啊。好，一个旋转，视线看去天花板，想象你的这个左肩膀呢尽量往后挪左肩膀，对，很优美。三、二、一。好，我们弯曲一下右膝盖，想象用左手尽量抓住你的左脚尖，呼吸，三、二、
一，好，放松一下，左手来到地面上，手肘放松在地面上，右膝盖离地，一前一后晃动，五，慢一点点晃动，四，三，二，一，很棒很棒，好，我们把姿势还原到我们的桌面式哈，好，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哈。下面那个动作组合是站姿哈，大家还好哈？好，下面咱们的这个站姿呢是可以先看我一下哈，是从我们这个勇士二的这个姿势开始哈，然后呢直接来到我们的勇士和平勇士，然后和平勇士之后呢，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三角式，三角式是两腿都是直的哈，两腿直之后呢，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伸展三角式，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勇士，这样的一个流程。好，大家准备了，先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勇士二的时候呢，要看一下大家哈，为了不让你造成任何对膝盖的损伤呢，你是希望呢你这个膝盖呢直接在你的这个脚跟的正上方哈。对，在脚跟的正上方，不是往前了，也不是往后了。因为你那个脚跟呢在你的这个膝盖往后面呢，你这个膝盖呢就自然的受了更多的压力了。如果是你稍微回一下呢，这个压力呢就是在你脚跟上，就不在你的膝盖上了哈，这样的一个原理哈，就是一个重量转移的一个原理哈。好，我们来到和平勇士，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姿势，然后直接来到我们的三角式。三角式呢是两个腿呢都是直的，两手呢是这样一个竖直的一个姿势哈。想象你这个右胯部呢是顶去天花板的。好，直接来到我们的伸展式，就左手呢是搭在你的这个左膝盖上，对。好，我们直接回到我们的勇士二。好，第二个姿势流程的第二个姿势是和平勇士，在这里伸展两秒钟，二，一，好，来到我们的三角式。三角式前面这条腿是伸直的哈，然后两个手臂折叠一样的，在这里伸展二，一。好，左膝盖弯曲，左手搭在左膝盖上，右手伸展出去，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直接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我们再加一拍了哈，三，二，一，好，直接来到我们的三角式，左腿是伸直的，两手一上一下，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弯曲一下左膝盖，左手搭在左膝盖上，左手肘哈，不是左手，左手肘搭在左膝盖上，伸展你的右手臂，三，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我们再一组哈。好，先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再加一拍哈，四，三，二，一，好，来到我们的三角式，左腿是伸直的哈，两手一上一下，感受到一个扩胸扩肩的一个体式，四，三，二，一，好，左腿弯曲哈，
左手肘搭在左膝盖上，右手伸展开，四、三，瑞苗，你的那个右腿再往后一点点。对，因为这是有一个整个下半身一个伸展的一个感觉哈。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我们换一个方向了哈。刚才是左腿弯曲的话，现在是右腿了，右腿弯曲，还是保持你的这个右重量都在右脚跟上哈，转移你这个重量，不让它在任不在你的这个右膝盖骨上哈。好，直接来到我们的勇士，和平勇士，先两拍哈，二，一，好，伸直右腿，两手臂，一上一下，三角式，二，一，好，右腿弯曲，右手肘搭在右膝盖上，左手臂伸展，好，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还是保持你的重量在你的右脚跟上哦。好，和平勇士三拍，三、二、一，好，三角式，右腿伸直哈，绷直了，然后手臂一上一下，三拍，三、二。一，弯曲一下右膝盖，左手伸展出去，三、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和平勇士四拍了哈，和平勇士，视线呢看去天花板或者看去你的右手，四、三、二。一，三角式，先把右腿绷直，两手臂折叠，一上一下，四、三、二、一，好，弯曲右腿，左手伸展出去，四、三、二、一，好，和平勇士。不是和平勇士，用先是勇士二哈。好，我们换一个方向，我们做第二组了哈。换一个膝盖弯曲的方向哈。先保持你的这个膝盖是成一个就是十二，就好像是那个十二点钟那样的一个 12 o'clock 那个方向哈，不是往内线，也不是往外线的哈。好，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二拍，二，一，好，左腿伸直三角式，两拍哈，二，一，左腿弯曲，右手伸展出去，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 ，Warrior Two 啊，好，和平勇士 Peace Warrior， 三拍。三、二、一，好，三角式哈，左腿是绷直的，然后手是一上一下，三、二、一，弯曲左腿，右手伸展出去，三、二、一，好 ，Warrior Two， 勇士二，对。直接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 Peace Warrior， 四拍，四、三，能感受到你这个侧腰肌有一个伸展哈。二、一，好，伸直左腿，右胯趾去天花板哈，手一上一下折叠，四、三、二。一，左腿弯曲，右手肘伸展出去，四、三、二、一，好，回到我们的勇士二，换一个方向了哈，右
腿弯曲，右膝盖弯曲，对，这谁啊？森迪，你那个，你那样会造成你的这个，你那个右膝盖没直接在你的这个右脚跟上方啊，你是这样，你是这样在你的这个右脚跟后面了。这样的话，那个重量不在右脚跟，都在那个膝盖上了，对不对？你这样调整的很棒，很棒。好，我们直接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两拍哈，二，感觉到这个侧腰肌有被挤压的感觉，二，一，好，伸直你的右腿，来到三角式 triangle， 好。三，哦，不是，先是两拍哈，二，一，好，右腿弯曲，左手伸展出去，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姿势，还是保持，看一下你的这个，你这个膝盖是不是直接在你的这个右脚跟正上方哈，好，来到我们的和平勇士，三拍，三，挤压你这个左腰肌哈，二，一，好，右腿伸直哈，绷直三角式，三，二，一，好，右腿弯曲，左手伸展出去，三，二，一，好，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我们第四拍了哈。好，和平勇士四拍，挤压你这个左腰肌哈，打造你细小蛮腰的一个动作哈。四、三、二、一，好，伸直右腿，三角式 triangle， 左手指去天花板。要想象这个左手呢去找天花板的这种伸展的感觉哈，四、三、二、一，好，右腿弯曲，左手伸展出去，最后一个哈，四、三、二、一，很棒很棒，来到我们的勇士二，好，大家稍微休息几秒钟哈。补充一下水分。好，我们最后一个动作组合呢，是一个伸展髋部和伸展腿的一个姿势哈。我们这个姿势也不是新动作哈，大家可以看我一下，先是呢，两个腿呢是稍微比肩宽一点点哈，然后一个身体往前倾，两手呢着地，然后呢左脚呢搭到你的这个身体后面，想象你的这个左脚呢与你的这个右脚呢离得越远越好，这样的一个姿势哈。好，大家准备啊。好，先是两腿呢是与比肩稍微宽一点点哈，好，然后慢慢身体往前倾，用你的指尖呢着地哦，好，一个大跨步，左脚迈到你的身体后面，然后视线呢看去你的左脚尖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现在我们要抬起来左脚，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左脚放下，一上一下，左脚起来，在这里，五、四、三、二、一，好，换一个方向，我们左脚回来，右脚搭到身体后边，先在这里感受一下舒展的感觉哈，三、二、一，好，右脚抬起来，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右脚放下，我们右脚一上一下了，五、
四、三、二、一，好，右脚先回来，一个吸气，两手呢先掐腰，呼气，慢慢的起身哈，嗯，没有头晕的吧？因为这个有点是头往下，超过这一分钟的时间，没有头晕的哈。瑞苗怎么了？都倒下了？哦，腿是吧？膝盖这边痛，嗯。好，这是我们这个第四个动作组合哈。好，我们先来到这最后一，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做一下拉伸哈。好，先来到地面垫子上，然后来到我们的 L sit 行先哈，在这里。先是两手呢往前倾，两手指去脚尖的方向哈，然后慢慢来一个拉伸。两手搭在哪里呢？是看你自己这个柔韧度哈，可以搭在小腿肚上，也可以搭在膝盖上。尽量放松你的额头，想象用你的额头去找你的膝盖的感觉。三。二，一，好，慢慢的上半身起来哈，我们弯曲一下右膝盖，对，右膝盖先弯曲一下，然后呢，左手呢搭在你这个右膝盖的外面，然后右手呢搭在你的臀部的后边，来到一个旋转哈，然后尽量用你的这个左手呢抱住你这个右大腿的外侧哈，在这里呼吸，一个很大的一个旋转的一个体式哈，三、二、一，好，慢慢的左身体胸椎往前啊，然后呢，保持你这个右膝盖顶去天花板呢，左手抓住你的左脚尖哈。右手还是搭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后边的哈，好，一个吸气，左脚抬起来，呼气，左脚放下，吸气，左脚抬起来，对，呼气，左脚放下，好，最后一个哈，吸气，左脚抬起来，呼气，左脚放下，好，现在呢，我们要一个挑战一点点的哈，好好的抓住，用你的手指抓住左脚尖哈。左脚大拇指哈，一个吸气呢，左脚呢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侧边来，然后右手呢还尽量保持在你的身后，在这里呼吸，好吧？好，我们开始哈。好，一个吸气呢，左脚跟抬起来，呼气呢，左脚跟呢放到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左侧，看到吗？是先是你的这个身体还是右膝盖往天花板吧，刚才不是一上一下，左脚跟一上一下吗？好，现在呢，我们是左脚跟抬起来以后呢，不放回原来的地方，而是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左侧去。对，把一个这个腹股沟伸展开的一个体式哈。好，右手还是在你的身体后边。现在呢，我们要换一下右手的方向哈，右手呢去抓住你的这个右膝盖的外侧，对，在这里呼吸，很棒很棒，就感觉要去用你的右手抓住你的右大腿的外侧一样哈。三、二、一，好，现在换一下右手的方向了，右手呢要穿过你的这个右膝盖，去抓住你这个地面的外侧，尽量去找这个右膝盖右边的那个垫子，对，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右手呢，再换一个姿势了，我们右手呢，去找我们的左大脚拇指，在这里呼吸，三，不要让右膝盖下陷哈，右膝盖总是指去天花板的，三、二。一，
好，慢慢还原一下。好，换一下左腿了哈，右腿呢伸直，左膝盖弯曲哈。好，我们先是做旋转哈，旋转是左手呢在你的身体后边，右手呢用着这个右手呢抓抱住你的这个左臀部或者是左大腿的外侧哈，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保持你的这个后面的手的姿势不变，做支撑哈。右手呢去抓住你的左大脚拇指，一个吸气，右脚跟抬起来，呼气，右脚跟放下，还是在你的前方哈。右脚跟抬起来，一个吸气，右脚跟放下，再来一个哈，吸气抬起来，呼气放下。好，现在我们要把右脚跟放到不同的地方了哈。一个吸气，右脚跟抬起来，呼气呢把右腿打开，然后慢慢的放下你的右脚跟。对，先保持你的左手在身后不变呢，三、二、一。好，我们换一下左手的姿势，左手呢是通过你这个膝盖的内侧，然后呢去抱住你这个右臀部。对，三、二、一。好，换一下左手的姿势哈，左手呢要穿过你这个膝盖的下方，对，去找那个垫子，左腿的左膝盖的垫子的外面，在这里呼吸，三、二、一。好，慢慢的左手呢去找你的右手，保持你的这个左膝盖还是顶着去天花板的哈，三、二、一。好，慢慢的还原一下。下面呢我们要整个把这个腹股沟这边的韧带都宽松的打开一下哈，先给自己来一个大的 V 字形哈，舒展的越开越好哈。好，我们用身体先往前倾了以后呢，两手呢去抓住你的大脚拇指哈，不能很大 V 字，小 V 字形也行哈，就是尽量的去打开你这个腹股沟的韧带哈。好，然后身体往前倾，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想象你的下巴好像要去靠近地面一样，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好，身体再往前倾一点点。好，现在呢我们要用手肘呢放在地面上，身体一上一下的，就想象你的这个胸椎一上一下的哈，在这里胸椎晃动，五，手肘一直起来，然后弯曲，五、四、三、二、一。好，让手肘弯曲，在这里停留，感受到你这个大腿外侧的筋膜的拉伸啊，五、四、三、二。最后一拍，好棒好棒，身体直起来，很棒很棒。好，我们弯曲一下我们的一个右膝盖哈。好，右膝盖弯曲以后呢，想象你这个两手呢是在你这个左膝盖的两侧哈，然后让胸椎呢尽量往下压，但是要保持背是直的哈，不要有驼背在这里哈。好，然后身体一上一下哈，想象你的这胸椎一上一下，五、四、三、二、一。好，在这里停留三秒钟，手肘是弯曲的哈，背是平直的，三、二、一。好，慢慢的起身。好，换一个腿了哈，另外一个腿弯曲。
好，两个手呢是在这个右膝盖的两侧哈。好，胸椎一上一下，要保持背是直的呀。好，五、四，想象用胸椎去找你的这个右大腿一样哈。三、二、一，好，在这里停留三秒钟。手肘弯曲，想象你的胸椎尽量往下压。三、二、一，好，慢慢的起身。好，再来到我们的这个 L sit 型哈，因为我们大家锻炼了一下这个腿的力量哈，来到我们的 L sit 型。好，先是右腿抬起来，但是那个背不要往后倾啊。你扔那个背一往后倾，你那个重量，你的锻炼的侧重点就不在腿上了，就在你这个腰肌上了哈。好，我们抬起我们右腿来，保持背直的哈。好，一上一下晃动我们的右腿，五、四、三、二、一，好，换一个腿哦，左腿抬起来，五。四、三、二、一，好，身体往前倾，来一个最后一个伸展动作。想象你的额头去找你的膝盖，完全放松一下你的额头哈。三、二、一。好，慢慢起身，大家做得很棒很棒，谢谢大家。